苏老板。哎，师傅。体外循环插管都准备好了吗？都好了，师傅。好，那就准备开始吧。师傅，二尖段支力很差，检验的卷缩也看，胸部的远近效果也差。嗯，这样不太适合成型，还是换瓣吧。好的。Let's get ready for the mitral valve replacement.2019年3月16日，解放军总医院联合中国移动完成了世界首例远程手术。对于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术，主任医师林志培至今依然对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远程手术啊，从技术上，首先的话呢，就是通信技术要保证，因为是远程操控，就是我人在位于三亚海棠湾这个办公室里面。通过鼠标和键盘发出指令，通过 5G 远程的信号传输到北京手术室手术台上的这个微型机器人，达到这种效果。为这场手术保驾护航的是中国移动的 5G 网络技术。作为中国移动参与这场手术的主要负责人，刘金鑫见证了整个过程。一边是对于手术本身经验丰富的医生，一边是千里之外手术台上的病患，全靠 5G 技术连接起两端，这让在现场的刘金鑫比任何人都要紧张。当时我是坐到我们手术的这个主任的旁边啊，他比我要轻松，因为他认为有了中移动的保障，这个网络是没有问题的，我只要把我这个手术开展好就行。但其实我是最紧张的，因为这是我们全球首例以这样的一个低时延的应用去看我们 5G 究竟能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大家可以看到后来央视那个录像里面，我为什么第一个站起来，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这压抑不住自己的这个兴奋的心情了，手术终于成功了。首例远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 5G 应用在远程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2019年至今，技术手段又经历了近4年的飞速发展，如今在很多医院 5G 应用已经相当成熟。我觉得这次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能通过这个呢怀疑呢这个人是一个机体细胞癌，非常感谢。医学从远古发展至今，历经了多次代际更迭，古老医学一对一解决问题，医生与病患组成了全部，而到了近现代，越来越多的技术方法融入到医疗行为中，医学变得越发复杂。站在医者的角度纵观古今，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勇对于 5G 技术加持下医学的发展有自己的思考。今天我们可以说医学是变得异常复杂，因为呢会存在多个技术、多个团队、多个医学领域为同一个患者开展服务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在异常复杂的今天，医学模式呢必须要变革它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国家提出来的智慧医学，包括 5G、大数据、物联网等等融合在内，为医学服务打造新模式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应运而生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些技术呢其实都是方式方法，我们认为呢无论是智慧医疗也好，还是各种技术也好，最终的目的呢是要让老百姓获益。作为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中日友好医院是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的所在地。多年以来，在中国移动技术支持下，中日友好医院在智慧医疗、大数据、云计算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拓展，在 5G 技术的助力下，为病患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医疗服务。 5G 推广以后呢，就可以把院内的一些病人，如果他发生了病情变化，我们能够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如果在院外呢，你比如说在养老院或者居家的老人，他可以通过 5G 的可穿戴的设备，如果这个病人发生了一个危险，比如说跌倒，比如说心律失常，比如说呼吸不好，那我可以通过 5G 远程可以及早的发现，能够提供一个最大限度的医疗保障，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远程医学中心
在。我们已经接到这个患者了，这个患者他是双下肢活动障碍，目前他的生命体征暂时还比较平稳。血压现在怎么样？患者现在心率是74每分钟，血压是128以上。大家知道救护车我们是用来干嘛的？就是抢救极为重症病人的，所以我们在救护系统里面一直有个这样的理念，就希望我们的救护车其实就是医院重症救护的一个延伸，它能够走出院外。湘雅医院作为中南地区医疗体系的先驱者，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 5G 智慧医疗体系， 5G 救护车是一个典型代表。5G 技术的助力让医院内的检查诊疗设备延伸到了院外，在分秒必争的急救车上可以完成部署和诊疗操作，真正实现了上车即入院。我可以甚至就把病人的检查就在医院预先做好了，在抢救室都已经做好了预备，那你病人来了以后就直接进入检查，进入绿色通道去做。在这个里面 5G 的技术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救护车这样一个移动的医疗的救治的平台和后方的医院去沟通起来，把病人检查检验的数据能够沟通起来，就是后方和前方是变成了一体的，这对于挽救病人的生命，提高救治的成功率，提高医疗水平，有很好的救治作用。 5G 技术的赋能打破了时空界限，给医院提供了绝佳的物联网保障，也为病患提供了更理想的服务。对于边远的乡镇农村，因为 5G 技术的加持，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真正实现了普惠百姓。这里是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地处山区，出行不便，小病久拖终成大患，曾是当地居民的常态。 5G 机房的建立改善了这里千百年来因为山高路远，医疗体系不发达，给百姓带去的隐痛。那我们搭建了县级智慧医院加县域医联体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县级医院把信息化的系统给它配上配好，然后它可以上联省级医院和一线城市的好的医疗资源，下联呢连到我们乡镇的卫生院和村一级的卫生室，为本地的百姓能够在家就能及时的得到医疗的服务。依托 5G 技术，中国移动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支撑，成为智慧医疗的新基建，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的应用服务进一步增强。现在呢，我们在白沙的各乡镇已经建设了普遍的 5G 的网络覆盖和官网的覆盖，那这样呢，就是我们不仅可以提供平时日常的医疗健康的服务，还可以在发生一些急重病的时候，也能在急救车在医院里面提供一些很好的信息化的一些手段的保障，为我们的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可以让老百姓得到快速准确的救治，可以让距离变得不再遥远，这就是 5G 智慧医疗，这就是未来。截至目前，中国移动联合全国3000余家医疗机构，积极地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在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以及智慧医院建设中不断创新和探索。我们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去助力咱们这个医疗的发展，我们现在叫三位一体的智慧医疗的一个建设，在互联网医疗里边，在远程医疗里边，以及在智慧医院的建设里边，都做出了很多的一个尝试啊。中移动其实在创新领域我们投入了很多的这个资源来进行下一代网络、下一代信息技术的一个研究，那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在积极地跟进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算力网络、大数据啊，跟人工智能的结合，如何把它更好的应用到、赋能到我们医疗的一个行业。